好，这里是阿强，现在13岁，爸爸现在38岁。X 年之后，两个人共。X 年之后，阿强是13加 X， 爸爸呢现在是38岁。X 年之后是38加 X。他说两个人共，所以这里要写加号。数目字的部分是51，符号的部分是 2X。如果说你从程度是中下的话，你这样子写也可以，但是如果说你成绩还不错，老师会要求你写 2X 加 51， 把 2X 写在前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小题。一箱桃子分给 A 人，每一个人得到4个，不够2个，则这箱桃子会有几个？这一题呢，如果说每一个 A 人嘛，所以是不是 4A， 可是不够2个，你把这2个减掉就可以了，所以这箱桃子是 4A-2。 王冠到台大书局买每支 X 元的铅笔5支，每支18元的原子笔12支，共需要付多少钱？这个钱加上这个钱，那这个钱呢是 5X，这个钱呢是18×12，所以18×12，我算一下，18×12等于216，所以是5X 再加上216元。有一个三角形，底是 A， 高是这样子，面积是多少？三角形的面积你把它背出来就可以了，底乘以高除以2、底乘以高除以2。那么高呢是4公分，高是4公分乘以4，约分等于 2A。 同学你要写 2A 你不能写 A2 不行， A2 就一定不行。